我说五姑娘，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。您要是愿意呢，就冲我们那么一笑；要是不愿意呢，就把小嘴那么一撅。员外夫人，来，咱们看着。笑了笑了，行了行了，愿意了愿意了。不愿意不愿意，我不要当五科。哎呦，大相公啊，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！那张不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，那真是心又灵，手又巧，又有才，又有貌，身段又苗条。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，什么无处着？他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我不要。不要他，你要谁呀？我要表姐。他表姐是谁呀？就是我结账李茂林之女。哦，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。是啊。哦。啊，母亲，母亲。既然娇儿不肯，我看就依从他吧。哎，怎奈结账为人古板，只恐他不会答应的。会答应的，会答应的。如若不让娇儿马前去说和说和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，结账他会答应的。这，阮妈妈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，也只好如此。只好如此。您就说您这事儿办的，阮妈妈辛苦一趟吧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。嗯。太阳一出，红满楼，清晨喜鹊上枝头。王俊卿的亲事准能成就。早听说王俊卿人才一表，身居在绣楼上，见他不着，好一色银河阁组怎样？您猜呢？十有八九吧，亲事不成了。哼，哪能不成呢？启禀小姐，真的不成了。因何不成呢？我不敢讲，怕姑娘怪罪。姑娘不怪罪。姑娘听，那王俊卿说你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。想必
恰杨柳絮呀，大夫全日腰间系，诸位催让，轻一步慢转身。有人疼没气受，哟，谁说不是呢？尊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，我呀挺喜欢他喽。啊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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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神岔气儿来了。阮大妹子，哎，你可真会办事儿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。那就更好了。好，哎呦，咱们就这么办，哎，啊，你给王姐回话去，就说我愿意了，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量。小点声，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。哎呀，这事儿你不跟他说那别嚷别嚷，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，要是跟他商量啊，亲事就甭打算成，行吗？行，你可做得了主？做得了主。那我可说走就走，快走。他这念书呢，他一念起书来呀，就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我走了。哎，待着，谁说我没听见？老爷子，您好。不好。老爷子啊。谁说我什么也不管，先斩后奏，你好大胆。哼，没有我的话谁来说媒也不行。别生气，有话咱们慢慢的说。你说尊清这个孩子他怎么就不好呢？哼，这个小畜生行为放荡，缺少教养，举止轻狂，目无尊长，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。我才不那么看呢，这个孩子见人亲热，待人直爽，生得聪明，长得漂亮，我愿意。你愿意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闺女是我养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谁叫我长半个天？你今天，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了不算，
我说行才行，我说不行谁说行也不行，不行也得行。呸，我这树根不动啊，你这树梢白摇晃，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。你敢？我就敢。你敢？我就敢。嗯，老爷子那可就不对了啊，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，可不是给您找婆家，到时候又不是您去。也许我去。您去干什么？我是爸爸。谁的爸爸？我是孩子的爸爸。说清楚点，我是孩子的妈，我愿意了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愿意。哎呦嗨，这是怎么了？得了得了，都看我了。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可不会打架。对，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，从来不会打架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把我惹翻了，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。你敢？怎么不敢呢？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谁跟你讲买卖呢？你不能张口骂人。你往后，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。我不来就不来。你走。你还不错的呢。走。这是好心肠，你给你倒霉，这是干什么呢？他软的啥？走。走你个老东西，今儿我跟你拼了。